Hello, this is Kelvin.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And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6 polite ways to talk in English. OK, 那么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在英文的谈话中我们会经常使用到的礼貌的用法。第一个 I want something。注意一下这个表达呢，我们在口语中用的比较少。如果说你想要某个东西，我们一般不太会说 I want something。这个表达呢，相对会比较强硬一些。在口语中，我们更习惯用 I'd like something。I'd like something。比如说，我要一杯咖啡。那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在点餐的时候，出于礼貌，我们会说 I'd like a cup of coffee。I'd like a cup of coffee。我们却不会说 I want a cup of coffee。Number two, you are wrong. You are wrong. 这个表达真的很直接，直接说对方是错误的。那么这里呢，相对会语气比较强硬一些，一般对对方来说也是非常不礼貌的一个表达。在口语中，我们习惯说 I think you might be mistaken. I think you might be mistaken. 也就是我觉得，我认为你可能不对。或者说你可能错了，这样的说话方式会更礼貌一些哦。第三个，当我们询问别人什么时候有空的时候，我们可能经常会说 Tell me when you are available. Tell me when you are available. 注意一下这个表达也是相对比较欠缺一些，在询问别人什么时候有空，你的语气还是比较强硬的，好像有种类似于上司对他下属说Tell me when you are available. 那么作为好朋友或者是对于陌生人，我们想要问别人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可以直接说 Please let me know when you are available. Please let me know when you are available. 你有感觉第二个用法会更加的委婉一些吗？ Number four, send me the report. Send me the report.哇，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你不太想把这个报告发给他，因为真的会让人情绪不好。 Send me the report 这个表达是太过强硬了，而且对对方有种不尊重的感觉。那如果说你想要问别人要报告，我们在前面加一个 could 和 you 就可以了，就会变成 could you。 Could you 就是在询问对方的意见哦，所以你可以说 Could you send me the reportCould you send me the report? 这样说话是不是更委婉一些呢？ Number five,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这个词呢，其实我们之前有学过，表示不要来烦我，或者是让我静一静。那么这里呢，它一般使用的场景是你跟你很熟的人，或者说你这个时候对这个人非常非常的生气，你可以说 leave me alone， 就是你不要烦我啊，你让我静静。那如果说这个人跟你的关系可能没有那么的近，或者说你们只是一个泛泛之交，那你不应该用这样的一个口气跟对方去说。所以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用法， Could you give me a minute? Could you give me a minute? Could you give me a minute? 能不能给我一分钟，或者说能不能让我静一静呢？ OK, the last one, that's a bad idea. That's a bad idea. 那个想法简直就是糟糕透了。我相信如果说作为提意见，或者说作为表达自己的意见而言，我们想要说某人的想法不是很好，你也不能这么直接，是不是？ That's a bad idea， 听上去就是很糟糕的样子。所以我们要委婉一点说，哪怕是出于对对方的尊重，你可以说 I'm not sure that's a good idea. I'm not sure that's a good idea.就是我不是很确定那是否是一个很好的主意，那间接的也就意味说你并不认为这个主意特别好咯。所以大家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去转换一下你的角度，这样的话才不会伤害到对方。 OK， 那么以上是六个在英文的谈话中我们可以使用到的礼貌的说话方式。那礼貌的说话方式无论是对自己或者是个人而言，都是对别人的一个尊重。我们在做客户服务或者是在跟客户沟通的过程中，说话的方式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对你的口语有所帮助，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的评论区补充和留言哦。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帮我按赞和分享，英文小贴士会不定期更新。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之后的任何一期哦。Well, thanks for joining me, and I hope to see you guys next time.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会。Goodbye!